即係 call out 嘢啊！你話啦，靚女唔出手，你當 Hello Kitty 啊？咦，你居然識講 call out 嘢喎？人哋嬲緊㗎，死開啦！哦，繼續 call out 嘢啊！毛小姐噏乜嘢啊？呢一句 call out 嘢咧，係傳統粵劇入邊嘅人物對白，中文字可怒嘢，但佢嘅意思咧又唔淨止係火滾喎，仲帶啲豈有此理嘅意思。哇，粵劇都出埋嚟啊！喺粵語嘅對白入邊 ，call out 嘢多出自官者之口。甚少咧系平民百姓噶，睇唔出你对粤剧几有研究啊！超，当年阿街叔讲古啊，成日都用到噶啦。call out 嘢，竟敢喺太岁头上动土，由细听到大啦。唉，今时唔同往日啦，学粤语最紧要识用。